Hello， 今天是我们在北欧的最后一天早上啦。现在的时间是10点整，我们刚刚去那边的新城区逛，可是很多 Zara、H&M 的衣服店都还没有开，因为他们10点才开。那我们现在已经走到这个旧城区了，这里很多团员都来这里拍照，还蛮漂亮的。然后那边是河，我们昨天游船的河。对，那我们现在要进去里面逛一下。那这里就比较有那种古色古香的欧洲都市的感觉，我觉得还蛮不错的感觉。这是斯德哥尔摩，斯德哥尔摩的城区，旧城区，觉得还蛮漂亮的，很有那种味道。啊，10点的钟响了，我们听到远处传来钟响。错的，哎，那个是谁？保镖啊！他住在这里。现在今天天气也不错，有点阳光，不错。好啦，我们去前面拍照了，拜拜。